今日其實我都唔知講咩好，係真係好開心，非常開心。做咗幾廿年人，我今日係頭一次係喺正日慶祝自己生日，亦都係頭一次喺正日係咁多人知道我生日嘅，因為我係九月一號，由細到大自己讀書又係九月一號開學。生仔生孫，佢哋又係九月一號開學。卒之九月一號咧，最唔得閒嘅我都冇人理我嘅，所以今次係非常好彩，好開心，亦都有咁多嘅人嚟幫手。咁頭先講過咧，基本上我做嘢做咗半世紀嘅。都係12歲做嘢啦，咁變咗，而家剩翻啲時間可以玩下咧，都係一個開心嘅。其實有咁多人陪我玩，係咪啊？而家唱歌咧，可以咁講係我一個最喜歡嘅娛樂好，工作好啦。講娛樂可能貼切啲嘅，因為講工作嚟講，因為你。冇錢收噶嘛，後來工作咧，佢就話：呢個係一個係最大嘅義工嘅方式啦，可以咁講。希望大家都會接受。咁大家認為大局好唔好玩啊？呢邊冇乜反應嘅。基本上咧，我大局嘅目的咧就係希望。集合所有嘅粵曲愛好嘅歌友，大家互相唱曲，以曲會友。當大家多咗歌友之後咧，大家可以約多啲師傅，大家社交圈子大啲，玩得開心啲。講句真嘅，在座都唔會好多十零廿歲嘅係咪？都同我差唔多年紀㗎啦。有啲我哥哥姐姐，有啲我細佬妹咁嘅年紀，咁我哋而家仲求咩咧？係求開心啦，係嘛？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以後盡量唱多啲歌，開心啲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幾掌聲啊！我唉，識做啦，都好似唔夠響喎。再響啲，響啲，再響啲，再響啲，唉，咁先似大偉哥哥啊！好啦，肚餓啦，大家都係嘛？好啦，可以開飯啦，我都講得好攰啦，不過就頭先兩辣豬仔。真係唔容易近啊！講真一句，今次阿師弟揀佢兩位做師弟，其實我都擔心，即係朝早有一半係過咗啦，睇下下午分解點樣啦。不過佢哋都好醒嘅，佢哋做嘢真係好醒。今日我哋嘅義工團隊個個都～好有心，非常非常有心，做所有嘢都好細心。希望大家多啲包容，有咩招呼唔到嘅，你淨係怪我好啦，唔關義工事嘅。因為工作台都係我安排，但係安排有時睇前睇後排都唔定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好唔好啊？一定要響響嘅話，即係話有中氣，有中氣即係有健康，係咪？係。嗱，大家用丹田講個好似嗰啲大聲啲，有冇？預備，一、二、三。
好啦，好，多謝大家。